朋友们，今天是9月21号啊。这个我呀，张杰旅居自驾游，今年的24年啊，到25年的云南之旅，我就要启程了。今天啊，第一站呢，我要到四川，到四川的资阳。我现在上高速，上高速的话，我要一号就要下高速了。哎，这在底下再慢慢走。从四川走到贵州，从贵州进入云南啊，这就是我的路线啊。这是在家里的小区，回小区，我车已经发动着了，准备上车。上车了，看东西装好了。哎呀，都装好了，看看，老伴儿已经坐上，啊，打招呼。碰着了，我们要走了啊！这就是24年啊，9月21号，我们向云南出发。去点点，叫点点，甘城服务区啊。我们车在这儿，彭养，彭养到彭养了，彭养服务区。哇塞，煮好了水煮鱼吃，哎，快，嗯，喝个酒。水煮鱼吃起来。谢谢观看。